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Duty Man， 我是 Eric， 我是 Ian， 我们今天来帮蜘蛛人穿越新宇宙做中文的配音。第一次配音，这个工作比我想象的还要难很多，声音可以用这么多不一样的脸部表情跟情绪去表达同一句，就是我觉得蛮好玩的啦。对我来说，就是要想象那个情境，如果我真的踢到脚，我很痛，我会怎么样发生？六月二十一号，我们电影院见。This is unbelievable.I love how many variations of you guys are. 蜘蛛人联盟 ，Wow! 英雄集结 ，Woo! Bad, right?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，六月二十一周三中英文版同步上映。